求平均值啊，平均值就是设参，相关的参数哈。那参数比如说0,5,3,5,2啊，这有点小啊。然后15352，输出的话，如果是整除就整数，如果有小数点就取到小数点最少第二位哈，第二就是到第二位。所以如果3.80，那3.80的话就3.8了哈，3.75。那最少要两个数字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假设带参数过来，然后秀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基本上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按右键内容的时候，其实这边可以新增好几个配置。比如说，第一个配置就是第一个配置是05352，好了哈，这个输出应该是就是这个我们范例里面的这一个四三点八。3.75，所以我最后设一个二，那里面最少要两个数字，就是有用新增的四个配置，那名称你可以做修改。那在执行的时候你可以按右键这边有一个什么执行什么执行配置，你可以去挑，比如说我今天要用哪一个执行配置的话，我就可以去做选取的动作。要用一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按执行，然后它输出的话就是四。如果我按右键执行配置啊，这边执行配置，假设我要第二种，第二种这个参数的话是这个，有没有？那我就直接执行3.8，好，然后一样的方式，就是上面的就利用那个范例里面的这个大概要做的跟这个是25352，OK，执行出来是这样。那最后一个执行配置，就总共会有四种，你就这边加四种配置。那这个是里面放一个二而已，那因为题目里面就是最少要两个数字，所以如果一个数字的话，那秀出什么错误讯息？所以基本上的话，第一个也是怎么样要读进来，所以这个范例基本上一样跟前面，然后也是要加总，就是把进来的东西的这个数字加总，加总之后要做什么呢？加总之后呢，要做四舍五入了，就是做一个四舍五，那四舍五呢，你可以用。前面讲过有那个 run 的函数来做，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用一个 printf，这个 printf 实际上哈，printf 哈，实际上就是在输出的时候呢，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格式。其实这个 f 实际上哈，指的应该是 format，哪一种 format 的意思？那这个 format 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这个格式化。那这个格式化部分的话呢，如果是比如说我今天要输出的值，一个百分比加 0f，这个 0f 的话就是到小数点的第几，0的话呢是小数点要几位数，所以如果我今天呢，假如说是我 argument 这个参数呢，如果是零的话，那我就是用这个小数点到第一位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格式化点 equals 零，就是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是第一个数字有没有？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我可以决定要用哪一种方式输出。如果第一个字是零的话，那表示什么？就是不要小数点，就是取到小，就是取到什么呢？取到整数。一的话就是取到小数点第一位。二的话就是小数点第二位，当然没有三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三种方式，所以这个后面其实结果都一样，那只是说第一种方式求得是四舍五入变到整数，所以是四哈，那这个是取小数点第一位，小数点第二位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先怎么样把第一位先切出来，后面呢那几位怎么样再相加再除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先怎么样？先取得什么呢？取得第一位。如果说它第一位取回来的话是零的话，那我们就怎么样呢？取小数点的第一位。那 printf 特别注意哦，我后面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我要制定小数点到第几位。那百分比是整数，后面 0f 就是呢，我不要小数点的意思。那里面要放的，其实这个格式呢，对应到的就是后面的这个格式有没有？是它的值从哪边来？就是从后面把结果呢丢到这边来，用这个格式来做格式化。其实相关的说明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 printf 里面的相关说明。一个 string 有没有 format，
然后呢把后面的物件丢到这个 format 里面去。那至于细节哈，有一些我好像在云端上面我有放一个，云端上面我有放一个这个 printf 格式化的输出的一个啊一个说明档，其实里面的话就有一些对应的这些相关说明啊，比如说 printf 有没有看到这些浮点数啊，如果你要有浮点数的话你就 printf， 那整数啊等等的，我想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稍微参考一下。再来的话呢，取到小，如果是 equals 一的话，就是第一位的哈。这个 arg 零的话，表示第一位是一的话，那就是到小数点的第二位。所以这地方加总的值再除以什么呢？字串长度减一。好，为什么要减一呢？因为我们有假设五个参数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参数不能算，因为第一个参数是决定它是用哪一种取到小数点第几位。好，所以加的话，你会发现初始值也会从一。开始零不要不啊第零第一个位数啊不要再把它加进来哈，然后分别就是在小数点的第一位、小数点第二位，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反之的话，那就是最少要输两个 ，OK， 大概是这样的哈。这边主要也是跑一个回圈加总，然后判断哈 else 输出，好，所以这地方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。那执行配置的话呢，这边你可以从这边也可以找到了哈，或者是你输出的时候。它预设会有一个，或者你在按右键这边有个执行为啊，执行配置。OK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啊。这一题主要是从 printf， 那当然你如果不用 printf 的话，其实哈、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？decimal format 也可以做得到，有没有？前面我们用 decimal format， 其实文字的格式化除了说用 printf 之外啊，各位也可以试试看用 decimal format 也办得到啊。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